一坤啊，令知是法者，令对法自性意解，如欲了自心意性，殊不灭定以现境，通达解了无量义理，清净一君专实性地，大家人爱用心嘛、啊，人生啊，总是得一根，咱的思想、理念，都是未来的方向，一念，现在这一念，就是咱伫要起意行动的方向。咱若会当真清楚，就爱照顾好这念心，咱前面讲过去咯，眼念必摄心，有千字必功德，有百倍功德，各尽啊都无共，一心有五尽啊，眼念必摄。心都各有作用啊，这个辛苦也无根，除了辛苦以外，四根就是完全在这个心灵，咱这个辛苦啦，是从头到脚是。完整的一个心经啊，虽然是安尼，确实呢，它叫八百功德，啊是安怎？因为辛苦，只是汇集这的国经以外呢，这个辛苦。就是有接触到，有接触到是冷的，是热的，有接触的，他就有感觉啦。也那无讲，你耳下个塌起来，目睭个暗起来，规个面拢个好起来，安尼呢？你知影外面的境界无？唔知啦，遮个物件拢伫你的身躯，敢若目睭暗起来，耳仔塌起来，啊，你的身躯还阁有耳仔、目睭还阁原在啊，啊，你乃唔知啦？耳仔甲我塌掉咧，我都无听到。目睭甲我暗咧，我都无看到，所以空有这个身躯啦，也无作用啦。所以这个身躯只是有接触啦，不过这个身躯除了眼念鼻舌身各有作用之外，也阁有啊，心意是啊，心意意观啊，意观在咱心要行动的以前，伊就在前面去思考啊，去想啊，意。过
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个一心的拢是包括的。但一心的内底，但是呢，就是爱有作用。伊会当想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伊会当指挥我想。我爱，我占有，伊会当去做真多不法的代志，或者是我认为价值就是付出，为天下人人去付出啊，这是生命的价值，伊愿意。发红色立领军，这也是在思想，这样的思想跟这样的思想，这些偏差，差乎你十千里啊，对的方向呢，发挥真正风光的价值。唔对的方向啦，他就是对路，将来呢是因果，因缘果报啦，苦不堪嘛，就是由不得自己，这也是同款，在咱的意境里，是好是歹。拢总是爱有思想嘛，咱前面伫咧提起啊，好有这个妈妈真无奈啊，安尼双胞胎，细汉的时间啊真可爱，随着日子的消失啦。囡仔伫咧大汉呐，囡仔诶体态愈来愈大，智商无发展，所以这二十多年来，大汉诶囝呢，智商则是伫一岁外啦。第二个囝诶智商啦，则是伫七。八岁，大汉的两百外公斤呐、啊，细汉的百外公斤，一个妈妈面对着，想看，这，就是现在的个人呐、啊，是虾米因结成这个果呢？咱俩讲过去啊，前生的因，今生的果啦。人生就是安尼，苦了几十年啊，就因缘有了好的因缘，就有一群的菩萨来关心伊啦。来陪伴伊啦，来开导伊，予伊这个心意想通啦。这个妈妈，她也开始呢，展开笑容，打开这个心门，也都愿意接受赐工。道理呢，主者点滴啦，伊就知影，甲大家人结好缘咯。现在人人都有伫咧推动，这点滴回归再救人，这愿意发心，所以点滴的因啦。会当日日
发心，知影讲用爱心去救人是做好事，就代替了烦恼啦，去除了埋怨，人生自然转变啦。啊，大汉的，迄位200多公斤啦，伊一段的时间呢，因为我是有病，亡生啦。妈妈呢，也是知影，这是一个罕见疾病，罕见的疾病啦。这个囝呢，关乎医疗，去做病理的解剖，去了解呢，这是什么体质？那不是主持人去辅导，可以体解啦。人生的疾苦，知影讲见这种的镜头是真罕见，哪会当好医疗啦去做研究？安尼嘛算是写，也那是埋掉。哇，200多公斤的身体，那这个埋啦，又是什么？所以专职的念啦，就一旦发挥智慧良能，造福人群，也无听到医生在这个囡仔的身躯，会当发现到病理病因。来源也无听到啊，这是不是功德无量呢？所以易经啊，会当第四法吼，易经会当头知影真济法，过去啊，现在，也个未来。知影什么物件，这是我爱。现在发现到这个物件是过去，现在我发现到是我想要爱，才会起动作。动作来呢，的结果是什么啦？一时呢，未了家己的。未来的结果，所以伊只是起的，有遮个物件先有，我看到伫后壁，我的心想要爱，我都去甲起着，这种凡夫啦的境界，啊，拢无去想后果是啥物。眼睛看，就起心意，动心念，结果是什么呢？家己还阁无去想着，所以这就咱的易经啦。但是这个易经还阁有，会当了解法，那是往好的啦。易经，咱学法啦。佛陀了解宇宙万物的真理，事事物物啦，拢有伊的起源，事事物物呢，都有伊含在的道理，所以伊尊重法则，伊会当守规矩。了解这人生、待人接物等等啦，一法通啦，万法天啦，所以也是将易经来完成。好多的事的作业啦，那有因缘呢，
当着贵人牵引咱入佛法，那咱这个法啊，对咱的帮助，伫现在看事清楚，未来呢不受恶报，因为咱发清楚啦，所以讲令对法而生意解，这个意啦，了解法啦，所有的法呢，就是和咱的意、意志、地力搁较清楚，相辅相助啦，所以咱。爱真用心，爱一旦了解易经的，爱有外缘来做，将咱外缘的这个法入了咱的心，咱的心呢，对当头解万法，真济法，咱的心看到这项代志，有度法度体解。千万般的道理啦，所以如有了自心意性，咱那是要爱了解咱的心甲意性啦，就是干那一项，事不未着于现境。你那想要讲吼，了解自心的意性。生一个念头，咱就是唔通执着伫现在的环境。现在咱拢是凡夫，看事未清啦。自古以来，生生世世已经糊涂过去啊。这生世呢，伫这生的故事中。所结的缘啊，所受的果，还是呢，伫由不得自己，而且呢，因缘果报中，就亲像迄位妈妈，伫阿未当着主祭人以前，伊唔知安怎样，哪会当着安尼，这两个囝，家己呢，佫。身体检查，知影肌无力，其实呢，身体无力啦，爱面对这两个体重这么正超体重的囝，要甲因整理二十多年，这是受偌多，迄个力不从心啦，会苦啊！个家己呢，身体无力，个面要对安尼个境界，安尼个境界呢，个是单独一个人爱承担。你想，这就是过去因缘，现在结果，这就是咱即马已经呢了解啦，了解。以现在呢，都受菩萨牵引，再也不迷着呢。伫现在的境界，啊，一不迷着啦，了解啦，经过了无偌久，大汉的两百外公斤就已，那往生念头一正。就是会当帮助人，这呢就是不迷着伊现境，也那无贵人那个牵引呐，这个伊那往生的事，好到底是要安怎处理？唔知要安怎去处理啦？啊，就是有了贵人，伊安尼。轻易善解啦，都做好事啦，去捐出去，造福
厉害的人，现在医疗去解剖，了解病理，祝福未来吼。所以，安尼，予未来的人通解这个疾病，会当照顾未来有安尼疾病人。所以讲叫做通达解了不容易，类似安尼啦。咱人类真多，就是过去唔知，未知人事物，何况讲道理呢？咱就是白啦，即马知啦啦，咱就通达解了，无量义理，《法华经》讲遐尼长去啦，应该呢听。真多人事物呢，咱比过去也未听清楚多了。即马咱那是面对着什么款的环境，咱来想着啦，啊，转是心地，要安怎去转呢？心所足地，要安怎变成妙观察地？安怎样会当进入到这大圆境地去？心亲像一面镜，这就是转识性地。那看到外面的境界一来啦，咱的知识啊，就要甲转过来，成为智慧去了解。就亲像东非啊，的灾难真大，实在是苦啊！过去我就一直感觉非洲真苦，需要帮助，但是因缘无成熟，这回非洲一个气旋顺了。三个国家，咱真想要安怎帮助伊？有了这个因缘，咱入去啦，看啦，咱就会晓来选择倒一个国家因缘较成熟，咱就开始来服用，一定呢，引起了人人的爱心啦。常常讲。无爱心，用这个因缘来无爱心啦，已经有五十外个国家，坐少钱无管啦，点点滴滴，愿意呢来为非洲啊出一份点滴的力量，这呢？就是清净意境，无受到杂染啦，的声音啦，无受到的少数人的讲话无啊，无关于啦，总是呢，启发了真侪人的爱心善念，愿意投入，这呢，就是助缘，帮助一个呢。真有意义，那的方向吼，这些转识性地，凡夫叫做知识，那感觉哎呀苦哉啦哉啦，不过呢，迄、那个境界吼，伤严重啊啦，咱做袂起啦，啊免啦啦，这就是凡夫的知识啦，啊咱转知识呢。为智慧，知影讲爱心是人人所有，啊，这是启发爱的因缘。一启发，大家人动起心来，这就是一个有的因缘。这是大因缘呐，所以咱无违背因缘吼，那向
这种的苦难境界去为因付出创造福祉，这就是菩萨吼、哦、啊，真正是大家人向善啦、啊，是佛陀所教育的菩萨道啦。咱大家人爱用心啦、啊、吼，以清净意境那、啊、来投入呢，有意义的人群中去。正面的文安尼讲，好处上精进。好的代志，咱都爱精进啊啦。所以这段文呢，佛陀啦，以客机者来讲话，好处上精进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如来灭惑，受持是经，若托若相，若解说，若书写。千二百亿功德啦，是啊，咱这个道理啦，佛陀灭度了后，依照这个道理呢，咱不断传，修持佛陀的教法，那这个道理爱愈传愈普遍，所以咱爱不断读，不断诵。安尼呢，咱只会当了解啦，有读有想有听，了解啦，爱不断传说。安尼呢，对这部经啦，会直直传落去到得千二百亿功德。咱的易经啦，都是拢爱往好的方向。爱把法爱的道理不断传出去，启动人人的爱心，去为苦难人救援苦难，这都是咱爱精进啦。所以下面这段文讲：以是清净意根，乃至闻一句一句。通达无量无边次义，皆是义义令言说一句一句，只以一愿数愿乃至一岁。这文呢，就是安尼讲，以清净意境，咱的意境呢？拢无烦恼啦，完全净化，完全去掉凡夫的知识啦，面向着呢菩萨的智慧，咱的思想观念啦，拢是清净六道行啦，这个清净意境，咱有方向。是六道万行，无有呢？迄、那个杂念的意识吼，所以这都是因为福起了福尘四大集团心经啊。咱这个身躯，咱的身躯呐，用凡夫来生活，这个身躯啦，这叫做六团心。父母生活咱的身躯，也都是凡夫的思想，灯塔在咧作业，在咧起烦恼，那是凡夫心。凡夫的心，凡夫的心，咱即马要清净的意境，
咱都爱该擦掉了浮尘，浮尘就是风飞沙，咱的心呢真清净，就是外面呐、啊，迄、那个沙尘呐，安尼一层一层，甲咱看唔到。即嘛呢，咱已经了解啦。佛法，咱爱家己用功啦，咱爱甲一层一层的沙尘、烦恼的无明，一层一层安尼甲伊去除，切好清气清气，真的安尼就亲像呢，四大玉团心，四大地水火风，咱这个身体嘛是四大合成啊。咱烧烧啊啦，热度发烧啊啦，这就是火大不掉。啊，规身躯哪会拢冷冰冰去呀？冷甲硬硬啊，那就是往生啦。就是讲冷热啦，拢是同款，无调和啦。生命活不落去，啊，咱爱会喘气，这就是风大调和，这的毕竟。迄、那个时阵也讲过去啊，咱呼吸呢爱顺畅，即爱吸收来是清净的阳，吐出去呢是污浊的气，那一旦安尼啦，身体都健康啦，这是风大调和，啊那气喘起来，那就是。风大不掉啦，也有水大不掉，水大不掉呢，那就是那大消未通，所以呢，予咱的这个身体啦，就有开始有病啦，参加血液呢。未通，啊就中风啦，顶顶啦，就是无流动的水分伫咱的体内，这呢，也就是水带不掉，伊那无掉顺啦，就不掉，咱的体内需要，就是需要水的顺掉，咱的身躯。有的人一直肥胖起来，这呢就是地带不掉。啊，有的呢，那这种的病就是消肌，这个肌肉啦，一直消去啦，这种也是病啦。这叫做地带不掉，所以呢，这个辛苦啦。在这个浮尘，在凡夫的人间里，就是这种四大不掉的欲团心。啊，这个欲团心呢，作善作恶，嘛是在这个身躯里啦。所以，咱若会当利用这个身躯，该清理和干净。加上了正道法啦，咱来赶紧学法，了解法道理，行行存在啦，那咱就会当往这条菩萨道路得到清净。这个《圣义经》，《圣义经》归刚经也讲，就是会当作用。一切的动作拢是往殊胜的道理行动，启动咱的身心行。啊，这就是拢种好的因缘集啦。经文讲，哪
太子问一句一句，通达无量无边智义。这经法内底的道理啦，你若通达，哪怕呢是一句一句，亲像《法华经》，咱当行的文啦，安尼规个读落来，可能咱会袂记得起啦。佮有记文来翻复，咱一句一句会当头。启动咱的记忆，哦，了解啦。这段的经文，这句的记文，来加强咱的记忆，了解啦。通达无量无边的义道理，所以佛法呢是真深，深深微妙，即一句。其中啊，既含多种的机理，即一个短句内底呢，有真长、真侪的道理啦。所以先解机句啦，就旋转通达，从长行文咱来用心读，伫机文呢，那复记。咱的记忆，咱呢，哎，好好啦，这就是要让咱这法呢，在咱的心灵，唔通袂记，伫只旋转啦，转伫咱的内心意境，就是法轮啦。咱家己通法，咱各个通的法呢，要阁转好别人，通达无碍啦，即得无量。无边智义吼，那经文内底在讲。该是意义，令言说一句一句，在内底呢，伫当行文呐、啊，咱已经有了解啦。了解了后，不要紧，再过再来，依据上重选句言，佛陀呢，在《法华经》里每一段的当行，就是呢。再来一个基文，重选一句一句，阁予咱会当清楚自己解义。咱家己若已经了解咯，另为他人演说一句一句，用安尼个短行个文呐、啊、句句，你用长行个解义讲，真长啦。不如呢，选择这个经文、基文内底的一句，就是长行文呐、啊，的一节真大的道理，所以方便咱的记忆，也方便咱说法的处事。这是吼、哦、佛陀教菩萨法啦、啊，特别的《法华经》里呐。长行文了后，再个记文，方便咱呢，会当传法吼。
只以一月、四月乃至一岁，才发达。咱用时间好好来用心、用功来读，不断反反复复读啦。不管你要反复一个月、四个月、一年，咱爱将秒分啦。每一刻、每一时、每一日，乃至一月、一年啦，这一年十二个月间啦，还是呢，无分四季，四季，咱这是春夏秋冬。阿那的西印呢，印度啦，它是分作三季吼。五季、日季、寒季，亦唔是四季吼。但用安尼呢，一年的时间，用三季或者是四季啦，咱的时间用伫安尼认真读诵啦，这自然咱会得到真侪的心得吼。因一古一基，起一岁，一真如性，无一法不念，总一切法，咱安尼不断啊，啊读啊想，一也讲，反反复复啦，安尼呢，内底咱哪咧讲诶，哪加强咱诶觉性，这真如性就是觉性。无法不念，咱愈讲会愈增加迄个法啦。所以无不念，咱开始会当讲遮底一句啦，用了解道理就是安尼甲恁讲。但是呢，搁再继续落去，同款伫即句个内底，也搁有安尼道理个含藏。所以咱较早讲。总一切法，起一切性，经句内底啦，拢是包含一切法。咱会当通起，遮个法会当互咱身体力行。所以呢，佛法啦是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所以作清净之谈。随在咱要安怎讲？法拢是真实，拢是随在咱安怎用啦。起止一季一岁，令破息起起，这毋是干呐？你一个月一年啦，讲会完的，讲一句话啦，互你讲未完。哪怕你吼每粒沙啦，要甲伊破开一沙尘啦。一沙一尘，含古今的法，真详细啦。安尼来解分析，道理还是还阁有通好分析的。不管呢，你安怎分析啦，内底的道理还阁有更微细、更微细，好好咱分析吼。所以啊，古今法啦，令书三千。世界的代志真多，你一粒沙来解解开啦，还阁有通解说三千世界的代志。
演一字字啦，情海灭不穷，情字出世。其实咱要讲的话呢，真多，敢若一字啦，你就会当互你吼海来做墨啦，咱呢从海水来做墨来写啦，要写尽了咱了解一字内底的意思，从安尼文章甲写出来，用海水做墨吼，都写袂完啦。各位，这是一项吼，真美妙，真无简单啦。只要咱精进啦，咱会当做真多代志，咱会当一念心，一念心正，会当为天下人啦做无量边际的好代志。这是一念，你看未到。但是呢，一念心起，他有法度呢，为天下做不完的代志。甲安尼道理同款呐，请大家人时时用心用在法林，法有讲不完的法啊，有真深的道理，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啊。Thank you.